方，首点居中，由重到轻，横画左低右高，要写的长一点，不要写它太粗。横着勾先写，横短一点，向右下方写，对一下勾上去。撇最后写，起笔在横画中间，不要太长，把上面跟下面分成两份，间距差不多。这个横往上写，这个是往下写，方向有变化。这个长，这个非常短，这个往下方写的号口，这个竖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上宽下窄，横左低高，到这边提按向左顿一下出去。右边的话注意不要超过转折处最宽的地方，左边可以伸出去长一点。第一个撇要短小而平，横画左低右高，这个竖起比较轻，横着勾横要稍微细一点，提按向下垂直顿一下勾上去，里面再套一个小一点的。竖画在中间要垂直，不要写粗了，横笔间距基本相等。这里面的话高低要错位，这个最长要靠下，空间留出来。指先写竖画要垂直，这个横变成撇，竖画要低它，高低错位，横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请首点居中，由粗到细，第二点由轻到重，高起笔形态要相反，横勾横要细一点，两点往上面靠，往中间靠的近一点，上紧下松，这部分不要写太大。这越有宽窄的对比，横左低右高，竖撇，捺笔注意靠上，往右下方斜行笔，出去长一点，突出这个笔画。